那就一样，第九关，哎、欸，是第九还是第八？第八关吗？还是第九关？第八。嗯，不知道。我刚按太快。宇宙。当我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像是桌子上的平台。就说他躺那个床看起来很高科技，这里是哪里？通常这种外太空的床不是都是硬的吗？超不舒服。对啊，超不舒服哎、欸。不对啊，外太空不是应该浮在浮起来吗？W。这个机器这个就浮起来啊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要硬把这个东西给拆下来、啊、想不透。这是水管吗？在电线、啊？对啊，它看起来很像水管，可是它却是电线。然后，天哪！哎、欸，我们先来看看，欸、我们先解这个。其实它也不用拿起来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就拿起来再插回去。多此一举，对啊，多此一举，需要啊！刚才他是差一半，没有啊，正常来讲，用机器直接再把磁碟片推进去就可以了。我们要来踩地雷，然后，踩地雷，先快速的，快速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应该也可以吧？哎、欸，你也太快，快，可以说男生太快，要说他很慢，可以。这怎么太厉害了？怎么记得的？太厉害了吧？啊？对，我就只记图形啊。右边那两个可以点掉。我右边那两个。现在从右边这两个吗？不是，那是我们从左边嘛，从左边开始嘛。你不要急，这个吗？不是左边，在左边，在左边下面。这个左边啊，这个可以。OK， 然后下面的不可以。下面不可以。好，这刚才那边可以，上面这个。对，那这个。这个也可以，旁边的也可以，旁边的也可以，上面的也可以，上面往上，上面可以，上面还是可以的，这个还是可以，嗯，它旁边那个才是炸弹，对，然后是炸弹，第二个可以，这个也是炸弹哦，这个吗？第二个，这个是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好的，然后下面是炸弹，炸弹的下面可以，这个吗？嗯，在下面也可以，好。然后旁边的三格可以，旁边的三格不是，这个，这对这一格跟上面下面两个可以，这个跟上面下面、啊、下面可以，然后在旁边的三格也可以，这三个也可以，嗯，哦，这个，上最上面第二排，等一下啊，让我看一下，一二三，一二，第二个可以，嗯，这个。一二最角落可以，这个吗？可以。哦，那右上角已经解完了。耶、yeah. 现在第四排，嗯，对你这个的上面。上面。这个的上面，可以。它旁边的可以。右手边也可以，右手边也可以。对，它旁边的可以。对。好。然后它旁边的是炸弹，这个炸弹。这个炸弹。在右边那个可以。对，可以。哦。然后呢？噔噔最下面一排第二个，最下面一排第二个可以，这个吗？可以了。右边、左边，嗯，对。然后呢，旁边的两个可以，旁边还有上面的可以。这个跟上面的，对，这个是。然后呢，在旁边的两个也可以。在旁边那两个可以吗？这两个吗？可以，不是这个跟下面。这个跟下面。嗯。哦，对，可以，没错。可以。对，然后旁边的是炸弹，最下面一排可以，这个，旁边这个可以，上面的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对，哦，好，一二，好像快挂了，这里就难了呢，要拆呢。右手边那两个应该是炸弹，因为下面也只有那两个，哎，没有，有对，有一个不是，哎，对，这个要拆，这个要拆，先截图。这个要拆，讲多点一下，这个要赌一下了。右手，因为第二排右手边应该可以，因为它上面只有一个而已。它那个炸弹应该是左边那一个吧？啊，我截图了，就是不确定啊，还是那个
角落角落那个，我是可以停一下吧。对，我觉得角落感觉好像比较安全，可以躲一下，快点，时间要到了。给他用在角落就太不讲武德了吧？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，上面上面那个，上面吗？上面对。对，是上面的。哦，这个对，哎，最下面，最下面的，最下面，最下面那个，对对对对。哦哦哦，对啊，耶！吓死。然后呢？哇，各位都是踩地雷好手，一定有参加过比赛。马上报上，哎，旁边有东西，旁边有东西。哦哦，以前没游戏玩的时候就玩踩地雷啊。哎，真的？以前上课的时候也都是玩踩地雷。对啊。调查，这罐头吗？哪里像罐头了？肚子都饿起来了，不是吧？太空食物都是这样装的吗？好、哦。刚才左边地上有东西，对，有。哦，对，把它拿去那个地方丢，来，把它丢进垃圾桶里面，然后又会再一次。这好像有狼人杀哦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很像那狼人杀 ，X 可以直接装备哦。啊，不，哦，哇，又要我得了一片，又要踩地雷吗？制作组到底都喜欢踩地雷，满满的制作组，制作组有年纪哦。好。又来，我现在负责点一排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刚有玩过。好、啊，上面的也可以，第三个。我现在负责截图，这个吗？嗯，对，然后下面两个可以，就是那一圈可以，中间那个是，对，中间那个是地雷，然后对，所以那一圈都可以。这一圈都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可以、嗯、可以。可以啊，对对，哦，吓死我，没事。我会怕，我会怕。啊，然后这里，最右边第四排嘛，那两格是地雷，这两格是地雷，这两格是地雷，对。然后，所以下面这个可以点，对，可以点。然后下面的可以点，两格都可以，这个跟左边。不是左边，然后对，然后第三排最下面的可以，可以，对，旁边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到底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到现在还是不懂。就这样子哦，你现在这边的左边，嗯，这里可以，这里三，这里往下的两个可以，哦。有四个，哦，好恐怖哦！四个吗？四个就是下你看四哦，是下面那个斜对角，还有它旁边的三格都是。对，安了。一二，不是你这里的上面，你这里的这个，你不要，不是你现在算了，我不想要解释了，跟我讲哪一个就好。你上面上一格，这个 OK， 这里。这里对，还有右边，右边这个，嗯，对，一二三，一二一，哇，要拆了，要拆了，好难哦，这里上面那个要拆了，嗯，好，我先截图，一二三，一二，最上面一排，最上面一排，最上面一排，对，隔一个，嗯，这个可以，对，我怎么看得出来是这个啊？然后旁边的可以，右边。右边，这个，它右边下面可以。哦，中间两个，小心一点，很恐怖。有空白，右上角那个可以，右上角那个可以。啊，可以可以，下面可以，左边也可以。左边也可以。你不要动这么快嘛。嗯，我听你们指示啊。好，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一二三。嗯，哇，这里就要拆了是吧？这个应该也是，对不对？这里是，这里三个都是，这边三个都是嘛？四个都是，对对对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。对，右手边这两个要拆，讨厌，要拆了，怎么办？边的，最边边的，我觉得是最边边，可以，这个，耶，对了，好像这个也要吗？对，这个可以，再接下去吗？左边也可以，左边可以。
哎、欸，这个很喜欢把地雷下面可以，对，这里可以，哦、左边也可以，哦啊、这边左边可以，左边可以，哇哇，好安全，好安全，舒服舒服。哦，这边边真的选的好。好、哦，我在，一二，我在截图。最下面，我需要需要最下最下、那个、最下面那三个嘛，对不对？第三个、啊、最上面这个，这个、上面上面啊、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然后最下面一排就好了。对，这个，嗯，过了。对，哦耶，过了，好厉害哦！太强了。我知道我们平常要干嘛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又把它放进去？不要再玩了。吓死！还好他弹出来，我们平常就来玩踩地雷吧。东西了，好，我们来研究一下，这个是不是应该放啊？刚、欸、才那个便当有没有放进去丢过啊？便当哪里有便当？的那个，那个他看起来哦，很像饿的那个。哦，胶囊，这是轮胎吗？轮胎啊，是不是要组装左边那个很像机器人的东西啊？哦哦，要组装这个吗？我觉得有可能呢、欸，那可能、欸、我先试一下看能不能装备、啊不。不是要先捡那个垃圾桶里面的绿色卡吗？哦哦，装上去了。哦，哎、欸、等一下我又把它拆下来。你不要用拔人家的脚，把它装回去。要吗？那个便当也是要煮上去的吗？哦，那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要卡在这里了吧？应该吧，对对，应该吧。它的大小感觉比较适合。感觉是哦。卡，不行，我觉得从那个机器里面出来，应该都机器人的零件吧。嗯，然后带我来试一下。哎、欸，那这个呢？刚才轮胎可以拆，这个感觉拆吗？它可以放进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欸。舒服的风从哎、欸，是冷气的意思吗？空气的意思吗？啊哦，空气不正常哦。啊、空调啊，哎、欸，空调。那那、欸、不会死了。这个是要打开一下。对啊，这个要怎么打开、啊？我们现在附近闹闹的吧。我们它看起来像一支笔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电线，不知道要用在哪。接电话来，连点剂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才那个轮子不要试试看卡那个？哎，对，轮子说不定可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只是随便乱点的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会把它拆掉了。等我一下。用电线将扶手和身体绑在一起、哦，这样就不会被抛出宇宙哦，就可以开天窗了。哦，就可以开这个，可能开天窗，然后找一下，然后去拿东西吗？我飞去拿东西哦，还有个东西。为什么他会想到电灯可以车头灯？哎，飞上去。快，要死了、哦，要死了！没有，没有，空气量是正常的，因为有装那个。哎、欸，我们有空调。然后刚刚有人说要把那个轮胎拆下来，看能不能塞进那个洞里面。好，我等一下试一下、那個。全部都塞一下嘛，全部都塞一下。比外观看起来更重。那你3.5磁边看来没有用，也可以把它拿去塞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不能动哎、欸，要先拆下来，把绳子解掉。好、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把轮胎跟车头灯都塞一塞啊！车头灯感觉，我先试一下这个。强韧，这怎么有点像瓦力的眼睛呢、啊？有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轮胎，我觉得轮胎几率比较高啊。啊、嗯，那我先看看这个可不可以装上去。哎，不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可以哎、欸，可以耶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尺寸有点不太对哦？好，那我来。OK 吧，拿这个轮胎。机器人有比例的吗？哎、等一下我忘记装备了。没有，我意思说他刚刚从上面拿起来那个大小根本完全不太一样。那个真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，卡住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赞的，耶。好，还要踩地雷吗？还要一次吗？这个麻烦，对，又踩地雷了，我累了。那我先把它轮子装上去。没关系，今天最后一次踩地雷。等一下，我们线下我们再来玩踩地雷吧。好啊，好可怕哦！我不想再碰踩地雷了。累了。是我们碰还是你碰？所以还剩手嘛。所以真的哎，应该是难怪这款游戏没什么人破关了、啊。因为有年代。哎呦，好累啊！等一下真的就是踩地雷吗？真的。
而且他第一个是从这个开始哎。斜对角呢？我先听一下，就只能赌了。来来来，哎哎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赌输了，不讲武德啊！这个，把门关上。他会同心，不对，他知道我们会点这样。看来我们那个空调太早装了，真的。他这个很像上，很像上一节脚娃娃机的时间，真的。我们先左上角开始剪吧，反正才失败一次，左边第二个点点看，哪一个？这个？对，右边。嗯，哦，下面那个是，左边第三个，左边第三个，左下上点。哦，哎、欸，看来上面呢，哎、欸，好像也不一定，看起来很难哦。对，不一定。我是觉得是第二排的，哎、欸，我是觉得第一排的是炸弹，对，所以第二排这个可以点。这个是炸弹，不是下面这个，左边这个，嗯，我是觉得它旁边那个是炸弹，所以可以试试看这个，猜一下。我是觉得这个是炸弹。好了，我们知道炸弹在哪里了。好，我们知道炸弹在哪里了。我们现在知道两颗炸弹。好，可恶。上、這、面、個、第又第三个。好，哦，哇，又要猜，好多。中间那个一定是了，然后我觉得又左上角就是猜这两个其中一个。对，这两个其中一个，不是上面、那個、上跟这个下面那个其中一个是，所以这个不是哦。不是这样玩的，我们上面那两个猜嘛，啊，我们先把上面那两个猜完。这两个会这个吗？你决定，你二选一，决定你点，你自己选，这个喽。哎呀，下次无界选哪一个啊？点另外一个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但我猜这一个嘛，这里可以。对，所以这个就可以。上面第二排那个也可以。这个吗？第二排最上面的这个，嗯，哦，那就是那两个不能点了。这个跟这个，对，那两个不能点了。哇，我这里是这个炸弹上面那个，我知道，上面这个吗？点上，对，读一下，耶，好。那它四周可以点。对，它四周除了是那个四周，不是下面往下。往下啊！不要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对，这个还有下面，对，哦，四周还有下面那一个，下面那个不一定，下面那个不一定，上面那一个，下面第二个不是啊，他刚才角落下面第三个，对，这个也是好啊。我们说周边呢是那一块三角形的周边，不要往太往上。没有啦，我刚才是想说这个东西出来，应该它的旁边是安全的。是没错，上面那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不是下面啊，这个不是就对这个可以。好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然后两个红色三角形上面那个是炸弹嘛？对。所以呢，现在是最右，你去最右这里可以。左边也可以，左边也可以，最上面那一排可以，第二个，这个，对，它旁边，刚刚点的那个旁边，对，你点完一个，你不要跑这么远，嗯，点这个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点往下一个，不要跑太远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我怕挡到你们的视线呢，不会，完全不会，所以我都会先移到旁边去，不用，移。真的吗？你这样子不会被我挡到这个标志吗？左边那个，左边那个是不是啊？这个吗？左边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，欸。是什么？是炸弹吗？是炸弹吗？还是地雷？应该是上面那个跟下面那个。哎，先不管，我先截图啊。四五，我又要猜吗？试试看旁边那个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对。喂，会不会都？哇，那我这样就对了。好赞啊！是个炸弹那边。左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是很确定的。这个对，上面这个是炸弹，确定。好，炸弹。所以这边有两个，然后那边还有两个炸弹没有出来。一、二、三、
一、二、三。要不要我用运气来随便按一格呢？不行，你别动动。运气很少了。三、四，空气不够。快点哦，时间要到了。右边右这里下面下下，然后左左这个可以。嘣！哎，不是吗？一二三，没关系。对呀、啊，我有记录，我有记录。你看我是不是要移走，你才不会看错。哦，所以刚才爆炸那边的上面，刚才炸弹的，刚才是这边爆发，不，这个不是下面，下面是是下下这个下两格，右两格，这个，对，点这个吗？一二三四，对，对，会点，然后一二，哎，你们怎么都看得懂？四个已经出来了耶。嗯，一二三四，上，对，这个下这个，再下下再下下一个这个。嗯可以，喂，三哦，右边，右边，再下一个，这个，嗯，可以点，喂，下两个可以点，上面两个是这个吗？可以，这个，喂，对，他那边还有两个，哦，这有三个啊，那最下面应该可以点了，最下面，最下面一排可以，这个吗？对，最下面这个可以，嗯，对，好。哇三可恶！好、啊，我再来截图。哎、欸，那个中间，哎、欸，不要，你们负责解谜，我负责记录啊。一个团队就是要有一个人负责记录的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说的这样子讲的吗？一二，哇，要猜要猜，倒数时间是不是越来越快啊？没有啊，我好好烦哦。我可以赌一下吗？赌吧，赌吧，中上面这个上，这个再上，这个再上，这个再上，这个阿听，我让我想要，让我想一下，我要叫你听，好，那个会爆啊，你们要记起来啊，好啊，好，我记得那个，至少知道那个是地雷，我就解了一大半，我说真的。我希望空气还够啊，可以吧？我要笑，可以吧？让我想一想，点下去。你应该要先想好再跟我讲。好，右手边那个既然是炸弹的话，嗯，哦，这个是炸弹。哦，那刚才炸的最现在最上排的中间那个。最上排中间这个吗？嗯嗯，对，嗯，这个可以点了。好，好，然后下两格可以点，下面两格，这个，那个不是，不是吧？下面一个，这个吗？再下，对对对，这个可以点，这个可以点，好，这个可以点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再下两格可以点，这个吗？下两格可以，再下，这个，不要点，不要点，不要点，让我看，让我看一下。好，让我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太棒。上面那个应该，上面应该可以点掉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应该可以点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二，哦，这个可以点，这个可以点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中间是炸弹，不要点啊。这个会爆，刚才那个会爆。这个会爆，是炸弹。好，这个是炸弹。好，这个可以点。这个是这个吗？这个可以点，可以点。这个可以点，这可以点。是。左边可以，哎，左边。一二三，下面刚才你点那个下面，应该把一，但是这，对对对，一二一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那个可以，那个可以。好，下面那个是炸弹，最下面一排是炸弹，这个是炸弹，所以左边应该也可以点了。左边对，从最下面，从最下面往上，对，最下面点这个吗？这个点，对，点上面的也点，上面这个也点，也点。这个也点，嗯，哦，好，在上面也点。我先截图。看啊，上面对，对，在上面可以点，在上面可以点，在上面是这个嘛？对对，是是，点好，对，嗯，一二三，这个世界很需要截图。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在上面可以点，我觉得是吧？在上面这个吗？嗯，对，可以点，我觉得可以点。哦，是，嗯，
四一二三，四一二三，好，第二排，第二排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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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排下下下下下，这个，再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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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可以点，哦，下面的是炸弹，这个是炸弹，那最下面那应该可以，下排，最下面那一排可以点了，这个吗？这个可以，好，所以上面两个是炸弹嘛，嗯。一二三，应该左手边那个应该不是炸弹吧？我觉得按照他这个，不是左手边是炸弹，哎，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不是哦。上面两个，上面两个不是这个，这个呢？再上，这个上一个，这个吗？这个可以点，好，那个不要点，这个不要点，好。它周围三个都是炸弹，这三个都是炸弹，那就是剩下下面那一个，这个吗？中间，嗯，对，中间的过了，哦，过了，终于啦，我的妈呀，累哦，对啊，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组装机器人，玩踩地雷组装机器人？到底为什么？接下来注意不要把自己玩死了，要不然的话踩地要重启。这是不是只是一只手啊？我们要装两只手吗？直接变一对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刚轮胎也是一个轮胎而已啊。然后我们再把电线还给他吗？通电吗？我把电线还给你。没事。哦，这样子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点他呢？点他。我把它拆下来了。你把它头摘下来了。他刚刚他左边那个笔没有拿。我没有装备吗？我有装备啊。他左边那个黑色的条纹是什么？是不是把卡片塞进去？哦。真的。真的。可以插什么卡？我们没有什么卡。绿色吗？这个吗？三个都用过了。试一下吧。可以耶，有声音。可以耶。对啊。嗨。哦，是你是吗？终于连你也被带到这里了吗？是他爸。虽然影像不清晰，但他是父亲没错。父亲，我呼喊了好几次，但是声音似乎无法传递过去。这很像那个超人，有没有？好像星际大战。超人他爸也是这样跟超人讲话的。但是你还不行，放弃，一定要在那群家伙操控你的记忆前逃离这里。这个太空船的最底层有逃生用的太空舱，乘着它逃出去吧。父亲也正在过去那边吗？听好了，我现在要告诉你那个房门的开启方式，给我好好记下来。截图。控制房间门锁的电路板就在门右侧墙壁之中，用机器人将墙壁打开。要使用特殊的工具才能更改电路板回路。工具应该就在那个房间的某处。那个打不开的吗？用工具将电路板的黑色部分全部改成红色或蓝色，接着把同样也太麻烦了吧？谁会记得啊？黑色改红蓝，改同样颜色全部连在一起。好，就是相同颜色格子不能连成2×2以上，否则电路板会短路。好，不能2×2，不能2×2。我有记住吗？我现在有点不安。同样颜色连在一起，然后不能2×2。糟糕了！爸，老爸被追杀当中。我那只东西怎么拿？爸，中断了。不要走，我比较需要知道那只东西怎么拿。这个应该是这个电路板。其他两个颜色呢？红色跟蓝色是这个意思吗？可能他爸有留了三个东西呢。不能乱插卡。可是要试试看啊。是啊，空气快不够了。刚才是什么？濒临不足了，糟糕了。濒临不足了。所以其实是绿色是正确的硬碟，所以蓝色是错的硬碟。可是要怎么让他走？我们再装一次绿色的。试一下，无法再接通了。最后一个嘛，试试看啊，只能播一次。哇，刚才我觉得门会开，我也觉得门会开耶，怎么办？难道？走了，哎呦，还好，还好。那其实蛮可爱的。那只东西怎么拿？
哦哦哦哦，我们电路板是哇，电路板，我们要把黑色用成红色或蓝色，可是不能二乘二，不然会短路。哦，这个又是一款小游戏。是怎样？这款游戏太难解谜了吧？按旁边黄色的会怎么样？黄色应该是总电源吧，应该不会怎么样。哦，好哦，那现在可以点吗？可以啊。他不是说还要一个东西吗？就那一支嘛。好像还要工具。飘在那一支笔吧。先退出去吗？嗯、先退出去吗？怎么开？退出去要关闭游戏，删除游戏。哎、欸，不对吧？那在控制台那里有什么按键吗？可以按的。控制台。机器人的头或手臂可以把那个东西砸烂吗？哦，在这么暴力吗？我试一下啊，这么暴力啊？这么暴力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是。向左，向右，向前看。来，我先用他的手来敲。哎、欸、哎，哎、欸、哎，真的。真的用暴力解决问题耶！好、哦，那这个可以干嘛？先看一下，去戳电路板哦，是发出红色光，红光哦，一边发红光，蓝光，一边蓝光哦。再点一下就会变黄蓝吗？现在是蓝光嘛？哦，现在是红色的光，现在是红光，不能二乘哦，这样子就变蓝光。现在是蓝蓝光，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现在是蓝光，现在蓝光，左上角是蓝嘛？左上角是蓝色嘛？可二乘二的话会短路这样子，不会。所以左上角是蓝色，然后对角的那个是红嘛？不是吗？对啊，这个是红，对，然后你按 B 就可以回去，这样子吗？然后红色下面也是蓝色，但是蓝色是蓝色，对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比踩地雷简单。只是要一直回来点笔很麻烦。对，这里是下面哦，那下面两个也是蓝，这两个也是蓝。嗯，糟糕了，左下角红你可以吧？嗯这个应该是对左下角红也可以。啊，哎哦、还好他操作好不便民啊，就不会失败，然后。上面门又打开了，右手边也是红，这个也是红，好像红蓝都可以。这个应该也要红吧，不然应该会卡住。可以，右下角也可以。反正右下角这边感觉什么都可以。嗯，然后这边要换蓝了，还不需要吧？蓝红，然后上面蓝可以啊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现在是红色还是蓝色？我现在是蓝色嘛？你现在是红色。哦、我现在是红色，红色的话，那这样子啊，那这边全部蓝色。确实，他只是说比较二层。可以啊，对啊，这样就好了。都蓝色。嗯，对。那其实这关有很多解法、欸。还好，不是跟地雷一样。耶、yeah ！按下黄色那个钮。不不不。欸果然不对，不是吗？我就觉得那么简单。哎、欸，还是刚才这边不能四格连在一起啊？刚才爸爸说什么？把黑色的变红色跟蓝色同样颜色的连成一条线，但是不能二乘二，连成一条线。哦、啊，要连成一条线啊、哦？要怎么连？只接连着不能断掉、哦，红色的要接连着不能断。那个。啊，所以现在红色三格上面三格就断了，中间被蓝色切断的意思嘛？嗯哦，所以蓝色那三格那个角落可以先是红色，因为不能二乘二。对，那对。哦，这关是小游戏关卡吗？对，好难哦，这个到底是在想什么？然后红色的下面也可以蓝色，这个吗？这个是蓝的？不是，上左上。左这个，啊、这是蓝 色。没点一次还要注意，然后所以这个左边跟下面应该要是蓝色，啊、这样他们才能接续着。对，它在那可以连接蓝色，下面蓝色，蓝色右边蓝色。
右边也是蓝色，这个也是蓝色。不是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刚才就是这样被切断。对啊，刚才不是在这边就切断了吗？哦、对对对对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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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所以右左下角是红色，这个就应该要蓝的，不然他们会短。嗯，嗯嗯嗯，嗯嗯嗯，这样子。最左下角那个应该是红色，这个是红色。对，嗯。然后这个也是红色，色吧。这样子蓝色掉断啦，这边还有机会吧？后面还有机会的啊，好哦。所以那个右手边的应该是蓝色，最上面第三个应该是蓝色。对，这三个是蓝色吗？对，这样它才不会断。对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就直接把那，你现在是什么颜色啊？我现在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是蓝色。蓝色。那如果哦，我觉得姐姐对耶，最上面 L 型，对 L 型是蓝色，对上面的 L 型都是蓝色，嗯，中间的一个红，嗯，这样吗？一个红，好像是可以哦，应该是可以，不过不行，我们也，哎，成功了，太好了啊，逃出去了啊。我觉得现在玩一关就已经可以过了。这一关的重点是太难了吧？地雷小游戏关，还有把机器人拿去敲。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好累哦！你们要继续吗？先继续吗？你们先这样，我也不行了。哇，这太累了！这一关卡怎么那么难啊？而且如果没有你们，我根本一个人没有办法玩这个，我可能就删片了。